约会人格大考验。我是一个观察型的人，令到阿乔尴尬啦。咁我觉得呢个头就真的开得好差。阿 K 咧就摆出嚟女强人 feel 嘛，佢就一定会揀一啲冇咁大男人感觉嘅人。尴尬定尴尬，真面目大晒啦！可爱，可爱，好似有人。你揀啦，不如你揀啦，我唔揀。如果伴侣好情绪化嘅，我都懂得点样去处理，但系最好唔好啦。Foodpanda 呈现35+Love，今晚11点。